那么现在商超里边呢，它更多的就是主导上就是采取这种线上配送，嗯，然后咱们三店呢现在是这么两种方式，原有的这个淘鲜达就是现原有的线上配送，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呢就是超市和社区建立这个网上微信群，然后通过这个群然后去下这个订单，由店员和临时召集的志愿者进行配送，这样的呢确保人员和这个的风控管理，然后呢这边呢又能及时把老百姓需要的米面油肉蛋菜及时送到居民这个手中。知道吧？啊，对，就是一期和二期独立路口这块儿，啊，对，所有的我们进不去，对，所有的都放这块儿。